从街道一路排到桥上，还看不见尽头。夸张车龙堪比电影末日逃难场景。美墨边境大卡关，就算走路也得等到天荒地老。罪魁祸首就是微软。微软19号全球性大规模灾情，周五收盘股市下跌0.7%。但更惨的是微软外包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CrowdStrike is aware of reports of crashes on Windows Phone。CrowdStrike 股价周五盘前一度暴跌20%，收盘时收窄到11.1%。到处蓝画面，小恐龙让人超崩溃，怀疑来自25年前的恐惧 Y2K 迁徙虫真的来报道。Talk about things that could go wrong. Teller machines, 1-2% of the 227,000 ATM machi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down or out of cash at any given moment.Telephone network connections to 911 emergency centers fail some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arly every week. 25年前，全球欢庆跨越千禧年，同时严阵以待，千禧虫可能造成电脑灾害。想不到，千禧虫整整迟到24年。澳洲富比士报道，网络安全顾问 Troy Hunt 断言，这次微软灾情是 IT 史上最大的宕机。基本上，这就是大家忧虑的千禧虫，只是它这次真的发生了。微软愿景要让地球上所有人和组织达成更多目标，想不到一宕机，世界瞬间停摆。假如千禧虫真的来临，恐怕不止微软，全球都得再度绷紧神经。三立新闻刘哲瑜、李问玉报道。